大家好，我这棵兰花现在长得非常不错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这个兰花要给它铺上一层青苔。大家都知道养兰花呢，一定要保持一个通风阴凉或者比较湿润的一种环境，才能让它长得更好更加漂亮。那么给它铺上这个青苔呢，就是达到它一个保持湿润的一个效果。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效的，平时浇水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个青苔，如果这个青苔非常干燥的话，有点像干枯干枯的感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给它浇水了。如果这个青苔保持一种非常饱满水分比较多那种状态呢，我们就没有必要给兰花浇水。给这个兰花盆土表面铺上的这个青苔呢，它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。这个青苔还可以增加这个兰花整体的这个美观，大家看是不是铺上这个青苔，整棵兰花看起来更加漂亮，更加有观赏价值。那么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，不妨给它试一试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兰花为什么要给它铺上青苔，作用效果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